鞋型颜值排行榜。大根在这里，这么厚。我如果输给逸翔，我真的会揍死你。不是，你现在可能只赢得过逸翔哦。你现在只有一个第七名，没有存在感。好狠的，你要去整形一下。大哥就像一个人这样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跟班。